2010年的迎春联欢会啊，正式要开幕了。今天有这种场合，最重要的是有我们林老师的登高一呼，还有许许多多的志工，在幕后这边策划、奔波、协调工作，努力不眠不休的。所以一个 team 的成功是整体人的贡献跟付出，才有我们今天欢乐的一天。紧接着，我们的要开始进入我们第一阶段哈，第一阶段。那今天在我们这个阶段中，我们首先邀请一位我们的最重量级、最美丽、最有智慧，啊，从来都不流眼泪的一个人。啊，人家说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，可是我们这位小姐说从来都没有流过眼泪，因为她有智慧、有信心、有能力、有专业，更非常的谦卑。我们请谁？你们说。来，我掌声不请我们林老师呢，好不好？来，给我们一点鼓励。